早前赵薇在微博上晒出与何炅的亲密贴脸照，调侃到终于成双成对了，两人撞脸的相似度让不少网友称赵薇是何炅失散多年的妹妹。近日谢娜也不忘在微博调侃老搭档一把，上传一张何炅和汪涵比着剪刀手的合影，并配上文字称很喜欢这样的照片，二位都是我很喜欢的青年导演。二位青年导演的电影作品致青春和泰囧都取得了惊人的票房，这次跨界联手主持快乐男生必将取得傲人的成绩，在米国为你们加油，当然也期待两位导演新的电影作品。而这次谢娜不仅再次提及何炅与赵薇的撞脸，还新发现汪涵与徐峥的撞脸，两大新晋导演的主持组合十分有趣有看点。更有网友留言说，明明是小时代和泰囧的导演嘛。